Hello，大家好，我是明瑞。因为最近疫情原因呢，我已经有两三个星期没有碰球了。所以今天我打算来找找手感，练练基本功。我们刚刚练完球了，那现在我来教大家一下单手转球吧。转球它是需要腕力的，那我来示范一下。哎呦，我也是好久没有转球了，现在勉强能转起来。抛在空中之后落到手指上，其实刚开始练的时候手会受不住，有点痛。但是做久了就习惯了。其实我一直想抓球的，我现在也马上能抓了。哎呦，抓住了！不是，刚刚我猛的一瞬间突然抓住这个球了，怎么回事？我特别想这个抓球，抓球特别帅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歌单。然后这些歌平常我要么就是在赶行程的时候听，要么就是练习的时候，就是热身的时候听，要不就是上课时候老师给我准备的歌曲。然后现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叫 How to Love， 这首歌其实刘先华前辈哥哥就是唱的一个版本，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就把这首歌下载下来了。Pray for me。这首歌非常欢快，我听着听着，我就是有些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听着听着我心情会变好。就是它的节奏非常轻快，然后旋律也非常的，反正就是欢快吧，就是这样子。之前好像是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我打算和龙哥一起就是合唱的，然后就是他唱男的我唱女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变声嘛，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唱女的，但是后来唱不了了，然后后来就没有唱这首歌了。其实这几首歌就是我选的这五首歌都是音挺高的，等到时候我变声变完了，然后我就都学完吧，都学完。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这首歌其实有合唱部分，就是因为有合唱，我才跟龙哥就是打算一起唱这首歌的。What was I love before?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Justin Bieber 哥哥的歌，然后这首歌。这首歌好像是15年11月13号发行的，然后我们好像在练习生的时候就是我们舞蹈老师，然后用就是 Justin Bieber 哥哥的歌，然后就是编了舞，然后就是所有练习生一起学，所以我们对这首歌也是非常熟悉的。这首歌它没有非常强的那种就是部分，它整首歌都是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非常轻快的状态，然后这首歌就是适合睡觉听啊，因为非常的就是轻，然后
也听着也非常放松。这首歌我在飞机上就是赶行程的时候一般都是听这首歌来睡觉。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and she loves everyone.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这首歌我也好想学。这首歌其实一刚好跟我现在的就是可以唱的那个音区是刚好一样的。我这首歌也是学吧。我觉得挺好，又轻快，然后学起来也挺快的。这首歌，也是就是在练习生时候，就是我们老师就是用这首歌来编舞，然后就是我们学这首歌也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是合唱的。I thought you loved me, love me, love me. I thought you loved me, we're under pressure. She never mind. Keep it together. So happy you go. I thought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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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实在是太好听了，还是等我变成之后再学吧。这首歌最后这首歌是周杰伦前辈的歌，然后这首歌是叫《青花瓷》，然后这首歌已经很老了，对，2007年我刚满一岁一个月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其实是老师给我布置的作业，然后我差不多学完，但是老师说我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种还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然后我希望我就这次把这首歌练好，然后回去给老师听，希望有进步。有色渲染是旅途因为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这首歌也好像也是上不去又下不来，就是低音低不下去，高音高不上去。过段时间吧，过段时间就好了。大老气预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其实前面还好啊，前面的副歌，我就是我稍微使劲一下能唱上去，后面真是根本唱不上去。我在等你，你眼带笑意。不唱，这真的。哎，唱破音了，完了，怎么办呢？还是等我变身之后吧。哎呀，我觉得需要老师给我上上课，帮我开开声，我觉得能唱上去。现在好像是没开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问题。这五首歌介绍完了。这五首歌我是都要学的，拜拜啦。今天我打算找条抖音，然后拍给 boss 们看，然后现在来找一下吧。
南北宋词评部。要不拍这个吧，我觉得这好可爱。